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看课本92页，现在在解释这个阿罗汉，他说正智已得解脱。好，他说如魔见体犯智弟子，那这个魔见体前面也有引用过在31页这里那么也有引用这个经籍里面魔见体难问的就是问这个佛的。好，这里也有引用过，那这个都出在经籍里面的。那魔见体在经籍里面叫做不是在中阿里面翻译作虚显体好，那我们再来接下看他说这个梵智婆罗门就是这个魔见体梵智弟子举其尸着床上可能就是这个魔见体那么这个把他的有可能是魔见体死掉了他的弟子那么把他的尸体放在床上，或者是指这个是魔见体的尸体，对就魔见体他的弟子在他死的时候把他放在这个木板这个床上，然后抬着举其尸着床上，与行尘世中多人处，都是绕着街游行，然后就是那么在街上喊着呼喊着，如果有人眼睛见到魔见体尸体的人，那么这些人都可以得到清净道，何况礼拜供养者。好，那么像这种观念其实在佛教界也很多比如说那这个只要看到这个图像看到这个人像看到这个咒语摸到看到那么就得多少功德，多少功德那么都有这一种的那么这个其实是跟佛法说的不太一样佛法说的是你见到这个像有没有功德，要看你见了这个像之后起什么心一样，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都一样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有些时候会从这个因中说果那么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见到佛像你就有多少功德，多少功德，那么你礼拜佛一拜就多少功德，多少功德那么都会有这么想。那么外道也是这么说你只要见了这个像拜了这个像那么你就多少功德。那么其实佛法它的一个重点不是你看到你听到，而是你看到听到之后你的心有没有产生出智慧，有没有产生出慈悲，有没有因此消除烦恼，那这样才来决定你有功德没功德。那么一样这本经你只要有些人这个一字一拜，有些人礼拜这个经典，有些人供养这个经典，在这个经典前面鲜花珠宝供养那么就认为我供养这个经典就会有福报，就会有智慧然后甚至你把这个经典从头到尾读一遍，那么你就会有智慧，你就会有福报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意思都一样佛法的功德一定都是从心
啊，从你的心生出清净还是杂染，生出智慧还是愚痴，生出慈悲还是嗔恨，来决定你有好的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啊学习佛法的人要知道的啊。那么这里就说到啊，这个摩建鼎啊的弟子，在他死的时候，把他的尸体，那么抬上啊这个街道上，然后告诉大家，只要有看到摩建鼎尸体的人，那么都可以得清净道啊。那如果礼拜供养的人，那么就福报更大啊。那通常都是这样。好，那这个啊，我们这个摩建鼎啊，我们上次应该有说过，这个摩建鼎基本上啊，如果在经典里面说啊，这是这个《摩建提经》里面啊，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应该是同一个人。他有一个女儿，非常的漂亮，然后想要嫁给佛陀。啊，那佛陀那时候已经成佛了，啊，就拒绝他啊。然后他这个女儿就恼羞成怒啊。后来他把他的女儿，非常的漂亮的女儿，嫁给这个幽天王，做幽天王的妃子啊。那么有这么一件事。好，那说到这个啊，我们再来这个从这个观念里面啊来看到佛法，佛法说的所谓的眼见啊，那么得清净这一件事啊，那先来看啊，比丘听到这个话啊，因为他说多有人信其言啊，很多人都相信他啊。其实我们佛教界也有很多啊，就很离谱的、很荒谬的，也是有很多人信啊。那你摸到这个啊，你看到这个啊，然后你就会有多少功德？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的功德都从你的内心产生。所有的罪恶也都你从你的内心产生，因为业是心造作出来的，苦跟乐是心在心的作用，苦跟乐是心的作用。那么是由于你心清净不清净啊，清净或杂染啊，或者是善或恶，那么造成你的心的承受必须是苦跟乐啊，基本上是这样。啊，就好像你的心就好像那个地一样，啊，心地心地，你在这个地上啊，都给它灌这个有毒的东西，这个地本身就含着很多的毒，长不出好的东西，啊，那么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善根都不能增长，你给它很多营养的东西啊，它就很容易长出很好的果实、很好的东西、药草来，啊，也一样，那这个是。因果如是的东西，也不是谁决定的，也不是你造恶受苦，不是天人惩罚你，不是佛菩萨惩罚你，不是的，它是自然而然这样的啊。那么就好像你把很多有毒的东西倒在土地上，这个土地一直累积这么多毒的东西，它本身就含有毒性，这个毒性就导致于这个土地百草不生。啊，这自然而然是这样啊，这个土地就会散发出臭恶，啊，像我们有很多污染的土地是这样，啊，然后就围起来，啊，不可以去那个地方，啊，你摸到碰到啊，因为它含有毒性嘛，你也不可以在上面种东西，上面的东西也有毒，啊，那么这个是自然而然的，那么你把肥料放在上面，啊，把营养放在上面，那么它自然而然要长出美好的果实出来，这个也不是上天要鼓励你。也不是诸佛菩萨要奖励你，都不是的啊。那所以这个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会有时候会觉得了啊，这个我们的苦难啊，那么祈求上天的赦免，我们的福乐要祈求上天的赐予。那佛教徒只是把它转换成祈求佛菩萨为我们消灾免难。祈求佛菩萨替我们天福天寿增福增慧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是依因待缘，有因有缘，凡事都是因果业报如是的。那么佛菩萨不过就是给你一个启发，给你一个引导，那么给你一个教导，告诉你你必得要这样做，你要种出甜美的果实，你还必得要怎么做
啊，那么只是这样而已，那并不是说哦，你就这个礼拜佛菩萨，称念佛菩萨，然后佛菩萨就给你你想要的一切啊，就拿掉你所不想要的一切啊，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并不是由见闻哈，那么这样来得到功德的，而是由心，就是你的心要有作用，你的心有善的作用，就是心地心地嘛啊，你的心要有作用。要有好的作用，它就有好的结果。因为作用就是业力，造作，然后它就产生一种潜在的影响力，以及立即显现的影响力啊。那这些力量它会不断形成作用啊。那么好有好的作用，不好有不好的作用。那你如果不停止不转变，那个作用就会一直持续循环啊，流转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所以他这里啊，这是很多人都相信啊，多有人信其言啊啊，所以他说这个比丘听到了就去问佛，世尊，那么现在街上啊，这个摩建提他的弟子把他的师父啊，那么尸体抬到这个街上，那么这样说啊，所有看到他的人啊，都可以得清净解脱。啊，那礼拜他的人都可以得无量福报。那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真的有这回事啊？啊，其实我们说有一些事情哈、哦，看起来其实是很荒谬的，根本没有道理的。其实还有很多人信。啊，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是啊，民国初年这个非常流行的。啊，就是明清都非常流行，一直流行到民国初年，啊，你看流行多少年？从清朝非常流行，明朝大概就有，就清朝开始就非常流行，流行几百年了，啊，那么很多人都信啊，各个道场都在做，啊，瘦身经以及血盆经，啊，拜血盆忏，拜瘦身忏，瘦身经念瘦身经那瘦身经讲什么？瘦身经说佛说啊，你们来投胎。都是跟阎罗王借钱来的，跟阴间的银行借钱来的啊。那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投胎的人，就是借多少钱啊？你要去看。那么你借了多少钱，你在死之前一定要还。你不还的话啊，那么你以后死了之后啊，你就会过得很凄惨啊，就会给你投胎到不好的人家啊，给你做牛做马啊。所以你一定要还钱，最好在死之前还钱。如果不行，死的那个时候一定要还钱。啊，所以大家都相信啊，你看这样也有人信，所以才有烧库钱啊。你看啊，烧库钱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烧，那比较少了，现在都烧往生钱了 啊，换汤不换药了啊，还不是一样啊？烧往生钱，烧莲花啊，换汤不换药，还是一样啊。那但是还是有人信啊，现在盖往生被烧往生钱啊，然后念往生咒啊，大概现在这个叫做啊往生的三资粮，那这个也有很多人相信，啊，那所以你看这个有一些哈，根本就不合逻辑，没有道理的。但是大多数的人他就相信，你看这个摩建提啊，把他的师父抬出去说，只要因为我师父是修行的人，只要看到他的人，那么眼睛看到的人，那么都会得清净道，都能得解脱道啊。那这个也很多人相信。你说你单单说那个血盆忏就好了，你看啊，他说这个女人有精血会污染大地啊，那这些水啊，有些都是供养佛菩萨、供养圣圣的啊，然后污染大地，所以如果不拜血盆忏，死了都会堕血盆地狱啊。你看那个《红楼梦》贾府的那个老夫人啊，为他请了很多，因为他的媳妇怀孕啊，就为他请了很多出家人来念经拜血盆忏，让他的媳妇啊以后啊不可以，以后消灾免难，不会堕血盆地狱啊。那一场法会要花大概啊三十两的银子，三十两大概等于大概现在30万啊。但是一场法会啊，大概就是这么样的啊，就是大概普通人一年的生活费了。你看啊，那为什么要那样拜？因为他有钱嘛，他要替他媳妇消灾嘛。啊，所以他不拜还不行，有钱人家就拜，请多一点，
啊，30万的，那穷的呢？啊，3000块的就可以了啊，随喜参加的啊。那你看这一些哈、哦，其实现在在我们佛教界也是有类似像这样，就是说你不晓得功德到底是从哪里来啊，那你就认为啊，因为你就认为啊，你听了看了，或是你只要做了，那么它就有功效，不是的，所有的功德都是如是因如是果的，就是说它是因果相符的。啊，而且是你自作自受的，我若不做不得果报，我若做者必不失，我若不自作不从他的，别人没有办法做给你，而且并不是你看到听到你把他从头到尾念一遍，那么若一日到若七日念很多遍，还要看你念的时候你的心产生什么变化，还要看你念的时候你心产生什么变化，那么你心的变化本身它就有力量，那么你变化之后你的行为又有什么变化，它不外乎就叫做身口意嘛，不外乎就是身口意，那么你的身跟口好跟不好取决于你的心好不好啊，那么所以你的心好不好取决于你对境界，你对境界分别所产生的如理思维不如理思维，名相应无名相应，来决定你看了这个之后，你诵了这个经，念了这个佛啊，拜了这个忏啊，甚至啊看到这个景象之后你有什么功德。如果你会想，你就是看见一个大便你也有功德，为什么啊？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捐除罪法，你看了大便你就知道啊，这一切世间如病如痈如刺如伤，这一切世间是苦，你就想到这个，你就想到啊，这个我们的烦恼就好像要像大便一样啊，那么丢掉我们的烦恼就好像要丢掉大便一样，没有任何的眷恋，没有任就是非常的决断，就是要赶快越少越好，你不能说大便是我自己生产的，多少要留一点，不可能嘛，对不对？那个能够清除最干净最好，一点都没有一样。如果你看到大便你可以这么想，那你看到大便就可以生出功德啊。如果没有啊，你看到大便啊，这个非常的嫌弃，非常的厌恶，那升起厌恶心嫌弃心，那你因为这个厌恶心嫌弃心啊，然后开始你的心就产生不好的结果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比如说你在路上啊踏到大便啊，这个是我们厂长和友人的经验，那你非常生气，开始咒骂是谁啊，这个也许是狗大便，也许是猫大便，也许是人大便，你开始咒骂，起咒骂的意思啊，那么开始啊就非常的生气，所以一路上就开始咒骂啊，然后洗干净了还在骂啊，隔天还在骂啊，那么这样的时候你的心就长出很多的烦恼。可是好，你也一样踏到大便，那你开始哎呀，这个大便怎么放在这里啊，那么你赶快不要再让后面的人踏到，你赶快把它处理到，因为你踏到之后你不喜欢，别人一样不喜欢啊，你将心比心，赶快把它处理完，不要让后面的人踏到，然后你心里面想啊，其实我们一切众生的烦恼就好像这个大便一样啊，那么你诚恳心对待别人，你让别人痛苦，那么就好像你身上大便一样啊，那你有烦恼就好像你身上有大便一样，别人都会远离你啊，别人都会厌恶你。嘿，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心就升起什么啊？升起调柔啊，升起要除烦恼的心啊，你又为别人着想，把那个大便移到旁边。那么你看，你单单这个大便让你升起多少功德，那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所以重点不在于你见到什么听到什么遇到什么，而是你当你见到这个境，不管是可爱不可爱，可意不可念，可意不可意，可念不可念的时候，你起什么思维，跟什么相应，跟烦恼相应还是跟智慧相应，跟慈悲相应还是跟这个嗔恨相应，重点是你名相应还是无名相应，是你是正思维还是不正思维，重点在这里。那么思维了之后它就会造作引发身口啊，那么这样你的身口意业都是好的，都是善的，那么这样这个东西不管是好不好，不好的是你的逆增上缘，好的就是你的顺增上缘，它都能让你向善向上向解脱，这个才是佛法所教的一个重点啊。那所以那个心啊，如理思维很重要。那这里的话就变成说啊，那
重点是你只要看到这个，你只要听到这个，那么你就有很大的功德。其实如果佛法有这么说，那是方便说啊，那你不要把方便当究竟啊。那其实包括念佛，你念了佛之后，你念佛的心是什么心？你念佛当下的心是什么心？你念佛完之后，你又是什么心？那这个心完之后，你有没有跟着佛学习？念佛没有学佛，念佛没有向佛学习啊，那么你就得不到佛，因为佛也是这样修行得成就的，佛的功德是这样修行来的。你念佛要向佛学习，彻发信愿嘛，念佛是为了彻发信愿，相信佛有这种功德，相信佛的这种功德是这样修行来的，那么他是我的模范，所以叫皈依嘛，皈向依止，他是我的模范，我向他学习，那么我相信佛这个功德是这样修行来的，那么我像佛一样的修行，我也得到佛一样的功德啊。那这个就是你念佛有功德啊，因为你念佛你知道佛是怎么修行的，你也发愿要像佛一样修行，你也如实修行了、啊、所以中间有什么？有如理思维，然后有什么？依教奉行，那么完了之后才有什么？才有功德可说，才有得什么得什么功德可说啊。那如果没有，没有，那么没有功德可说啊。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学佛的人他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不然都就会像这个婆罗门一样啊，都只是在见闻觉知上起作用而已，在表面在事相上啊，在现象上啊，这样看到好的啊，看到不好的，如果你不会分辨，好的也是不好的，如果你会分辨，会如理思维，不好的也是好的啊。就好像你没有智慧，你越多钱你是越堕落越危险，因为很多人要骗你，很多人要害你。你如果有智慧，你越多钱你是越会修福报，越会帮助人，越能够用钱来怎么样来提升自己。如果没有，那么你越多钱你越容易被骗，越容易被害，也越容易用钱来害你自己。你会吸毒啊，会放逸啊，会寻无欲啊，你看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都是你心有没有如理思维的问题，那有没有如实修行的问题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因为这一件事啊，比如说犯魔见体的弟子这一件事啊，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人都没有去了解它的意义了、啊，啊，所以我说那时候我也觉得很疑问，像瘦身经，像这个血盆经这一种，一看就不知道，一看就大概知道它并不合理啊，哪有可能这个事情会发生？不，哪有可能有这种道理啊？比如说啊，以前我看见很多寺院啊，也有在那种就是安太岁的啊，安太岁。啊，现在还有些寺院在安太岁啊，这今年啊，今年是什么生肖犯冲啊，然后会冲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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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啊，那你是属什么的啊？十二生肖每年啊，你看安太岁的理论就是大家轮流倒霉，今年轮到属什么的，明年轮到属什么的，轮流嘛，你总会轮得到。今年轮到属马的，明年轮到属羊跟属兔的，后年轮到属龙的，那你不去安你就犯太岁，犯太岁你就会不平安。那这个就是不管你有你是善你是恶，你有修行没修行，你是阿罗汉你是凡夫，你如果你不安你就犯太岁，是这样吗？那有可能吗？不可能有这种事嘛，因为佛法讲业报，那业报是一业受报的，那么你都不问这个人的善恶业，只问他的生肖，你今年属什么？啊，今年轮到你倒霉，你要来安太岁啊！太岁灯一盏多少钱？啊，可是很多人信呢，很多人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安过了，反正我没安过啊。那么这个根本就没道理，可是很多人信啊，我就觉得奇怪了，这种。一看就知道不合理的事情，怎么可能十二生肖有些还轮，有些一次还两个三个啊，你至少一年会轮到几次，那么今年轮到你倒霉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最离谱的是，你说你不是佛教徒，你相信，因为你没有因果的道理嘛，你没有因缘因果的道理，那还说得过去。你都有因果的道理了，你知道一切都依业受报。好，那我现在安太岁，我今年轮到我倒霉，那个是什么业造成的？没有嘛，不合理嘛。那你说在家人不知道，那也就算了，因为在家人没有读那么多嘛。那你出家人，你还鼓吹这个，你还叫大家来安太岁，那根本没有道理。为什么？不可能大家轮流倒霉嘛。那你看佛弟子谁去安过太岁？那佛是哪一个佛？我们要再查一下他是哪一月出生的。那四月那哪一年啊、哦、然后看他今年轮到他哪一年要去安太岁。那你说那今年佛犯太岁，我们去跟佛点一盏灯，那有可能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看哦，这是佛教界存在很多那种迷失啊，荒谬而且完全没有道理。最没道理的是佛教徒还都相信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学佛，要有正见，要有正信，不要相信这一些。你越相信你就越迷失，越糊涂，那个叫做无明所缚嘛。你都已经悟那么重了，你还底下给他盖布，那就更看不见啊。那越盖越多，越盖越多，那么不是无明越来越重吗？我们现在要努力把这个无明剥掉，你现在不是又加重？那你什么时候？所以无明所悟，贪爱所系嘛。你永远，你不管再怎么用功，你这种邪见，这种见取戒禁取不改，你是没有解脱的可能。不管你多用功，外道也很用功啊，哪一个外道不用功啊？外道也很虔诚啊，外道也很专注啊，外道也很努力修行啊，但是见取戒禁取不断，没有把它断除，你是不可能得到什么利益的啦。就好像你外面电再怎么大，你中间就绝缘体啊，那个电传不到那个心里面去啊，所以它是不太能够得成就的。所以你一定，我们当然有杂质，但是你不要变成绝缘体啊。当你的见取戒禁取就会在，就好像你这边有强大的电力，非常用功，你的身体非常的用功，你的心也非常的用功，但你这个法，你这个用功的功德入不到你的那个真正的心里面去啊。就好像中间有一个无明的这个，有一个塑胶垫，有一个绝缘体把它隔住了。那佛教徒顶多就是有一些杂染，它导电率没那么强，然后慢慢去掉杂染，那么导电力越来越强，法越来越能入心。那外道不是啊，外道即使在外面有很强的电，中间那个绝缘体不拿掉，那个不是杂染的问题而已啊，那个是邪见覆盖，完全法没有办法入的问题啊。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就是说我们真的要从佛法中得真实利益，必得要了解佛法所谓的功德是从哪里产生的。那这个事件刚好可以给我们了解，那佛法到底是教我们怎么修行的。那你再看哦，所以这个比丘天乐啊，因为很有名嘛，啊，这大家都在街上啊，这样传说嘛。然后这个佛就说：“小人眼见求清净，啊，这个小人并不是啊儒家讲的那个小人，这世俗的人啊。”啊，大人小人，大人就是圣弟子啊。那阿含经最常用的就是愚痴无闻凡夫跟多闻智慧的圣弟子啊，就常用这两个，一般就是愚痴无闻凡夫跟愚痴无闻凡夫跟多闻圣弟子啊。那么如果把它对照起来，就是智慧多闻的圣弟子，就是有智慧没智慧的啊。那么他说小人啊，就是世间的人，世间人啊，世间愚痴无闻凡夫的这一类人，以眼见求清净啊，那么如是无智无识道，这个是没有智慧的，就是愚痴的无知，无知就是不知道啊。那么无识道也没有真实利益，并不是道，道就是他道德啊，就是他没有真实的作用啊，没有实际上的作用，不是真正的修道啊。那基本上他说诸结烦恼满心中，
你眼睛看到这个东西，可是你内心充满着烦恼。那么如何眼见得清净道？清净不是眼睛洗干净叫清净啊，清净是什么？内心没有烦恼叫清净。所谓的清净是内心没有烦恼叫清净啊。等一下我们引用《阿含经》里面几个例子啊，它对清净的定义。好，所以当清净是你内心没有烦恼叫清净，那你现在眼睛看到这个，你内心有没有烦恼？好，假设你看到那个尸体，那么你心里面这样想啊，一切诸行是无常的，即使像这么一个有修行的人他也会死，那你观无常啊，那观无我啊，那么你从这里观到啊，非即应我非离应我啊，死在那里啊，那么即使他那么有修行，一切也都是无常啊，无常风来一切都坏掉啊，然后他我们认为我们这个身体是我，可是我当我死了像他一样，那么我又在哪里啊，那么你也不执着死后什么都没有，因为啊有业报啊，那么但是无受者，你开始往这边想，想入想到一个人的死亡，即使他那么有名声，那么他还是要死，你从这里想到无常，从无常想到无我，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么你的心就有可能得清净。那么你因为无常，你开始不太会对世间染着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因为离欲，所以你可以心清净。所以它并不是你看到就可以清净，听到就可以清净，摸到就可以清净，不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所以他说云何眼见得净道，他你能够这样就得清净呢啊。就好像啊，有时候我们啊会把那一些那一些经啊咒啊佛像啊带在身上保护自己，真正保护你的不是这一些，真正保护你的是啊，当你念了，当你挂了这个经挂了这个佛像的时候，你心心念念念佛向佛学习，你保护你的是你的见，是你的定，是你的慧，是你的福，这四个保护你，你的福报保护你，你的戒保护你啊，你的定保护你，你的慧保护你，他怎么保护你呢啊？那么你的福报大，你的福报大啊，你就是你的善业多，你的善业多你就比较不会造恶，受恶业，就算你受了恶业，你的福报也足以支撑你，就像你身体免疫力好，就是忽然间生了小病，对你也不足以构成障碍痛苦啊，会有一点点，但是因为你的善业大啊，就好像天人善业很大啊，他升到天上，虽然他还有一些恶业，但是这个时候是善业现前的，所以你的福报，你的福报才保护你啊。那你的戒，戒就是你没有去造作一些不好的恶业，杀盗淫妄，你只要有造了，那么你的福报虽然大，你的业报也大，在你有可能你在受福报的时候同时受恶业啊，比如说你很多钱，太太很庄严，先生很庄严，女儿很孝顺，但是你就是生重病啊，但是你的福报还是大，你住在你住在头等病房啊，用的是最好的药，请的是最好的医生，有一个医师团队专门在照顾你，那又怎么样，那你还是要受苦啊啊，所以你的福报跟你的业报可能同时在显现，但是至少你有福报啊。那如果没有，你连看钱的医生都没有啊，你找不到好的医生，吃不了好的药，所以你的苦就会加重，越来越苦啊啊，所以他，所以你的福报是保护你的，你的戒是保护你的，你不造作恶业，你造作恶业就算你有福报有智慧有禅定都要受业，成熟都要受业，那你的定也是保护你的，定怎么保护你呢？因为你的心不会去攀缘，心有力量，定可以引发智慧，定可以离五欲，定有真上力啊，所以因为有定，你就比较不会去染着五欲，因为世间的五欲对定来讲那是很粗浅的喜乐啊，定的喜乐更高级更深远啊，更长久，所以你就不会去贪着世间的五欲，你不会贪着世间的五欲，你就不会因为五欲去犯戒，去伤身害命，去作奸犯科，不会，你不会为了五欲的满足去做这些事，这个时候就有戒
所以叫做定共见，啊，那你就不叫做恶业。那真正保护你的是你的智慧，啊，那么你的智慧你能够分别，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善，这个恶，这个有善业，这个有恶业，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所以即使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即使在你最脆弱的时候，即使在你最慌张的时候，即使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你也不会去造作恶业。这个就是你的慧在保护你。真正保护你的不是外在的那一些像啊、牌啦、啊、甚至你在身上啊刺什么符啦、啊、啊刺什么咒文啊、什么经文啊、什么像啊，不是那一些。真正保护你的是你的心有戒、有定、有慧，是你的你本身的善业、你的戒德保护你啊。所以你的福德，总的来说就是你的福德跟智慧来保护你。如果没有，谁也保护不了你，谁也保护不了你。所以你要了解这些东西，你就知道你真正要用心的、真正要用力的在哪里用力。你不要去做一些啊那个根本就没有意义也没有利益的事。佛法说无意无利，你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无意无利的事上，你还有什么时间、还有什么体力、还有什么精神可以去做那些有意有利的事呢？啊，所以佛教徒应该在这一点，因为一样是那些时间，每一个人非常的公平，都有生有死，那么都是24个小时。那么你这24个小时一天你怎么运用？都是一生，但是一生有长有短，可是你一生怎么运用啊？那这个差别就很大，差别就很大。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啦。其实我觉得修行倒不是说读很多书，当然读越多是越好，但是有些人读越多越乱，他也不一定书读得多他就有智慧，他只是有知识，并不一定有智慧啊。那知识不一定能够长成智慧，知识不一定能够转成智慧哦。这唯识讲的转世成智，它不一定啊。那因为你的思想、你的知识是无明相应的，是错乱的，所以你知识越多，你越错乱啊，而且你障碍越大啊，就变成啊，你所知道的、你所知道的这一些知识，其实障碍了你。啊，你知道的都是一些邪见啊，所以你就认为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所以你一心都在从那个地方去做啊。所以比如说啊，你读了药师经啊，现在很多人病很多嘛，所以药师经非常流行。那药师经的重点不在那个药师咒，不在诵几遍的药师经，不在点多少灯，都不在那里，也不在挂那个续命名幡，绑那个五色线，都不在那里，那个都是色受外道的。真正药师经的重点在药师12大愿，你要发善心、发慈悲心、发平等心、发菩提心、发利益一切众生的心，去帮助那一些贫穷、病苦、无依无护的这一些人。你要修福，你要修慧。那么它里面讲九恨死，就是说你人会死，就三个原因。一个是寿命尽，一个是福报尽，一个是邪见。邪见自己找死，应该看病不看病啊，应该用这个药他不用这个药啊。那么他烧符念咒他就要治病，那么有很多邪见，那么变成你本来不该死，但是因为你的邪见而死，你去啊，那诅咒啦、验导啦，这种种这一些，做种种的这一些要来续命，结果反而提早结束你的生命。这个是不该死而死，这个叫做恨死。那么你读了佛法，你有正见，你不会恨死。那么你会去修福报，所以当你福报要尽要死的时候，你一直修福报，福报就提升了，它就开始延寿，因为你福报要尽要死了嘛。你的寿命还没尽啊，你的寿命还没尽，但是你的福报要尽啊。那这个时候，你赶快修福报，让你的福报又延续，那你就不死啊。就好像一条水、一条鱼，那个水快要干掉了，一棵树快干死了，你在它干死之前，给它浇水，它就可以活起来。那它已经死了，你再给它浇水就没用了。那么这条鱼
已经渴到快死了，还没死，快死了，你赶快再给他加水进去，他就开始又活起来。那么福报尽的人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他说药师经可以延寿，并不是送药师经可以延寿，而是送了药师经之后，你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你是福报尽要死。那么如果你寿命尽该死呢，那么你修很大的福报也一样可以延长寿命，要够大，福报要够大才可以啊。那么你大量的修福报一样可以延长你的寿命啊。那如果没有，你的寿命不该死，但是你缺德损福，他就会折寿，叫做夭寿。所以看那一些缺德损福的人，我们都说你这个夭寿宅啊。那么为什么这样会折寿啊？那我们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你一直诵药师经，一直念药师咒，点四十九盏灯，挂续命明幡，绑五色线，我告诉你没有用。为什么？它是因业而形成的。你实际上做这一些，但是你并没有实际上为那些无依无护的人，贫苦卑贱的人，贫穷的人，那么你并没有去依慈悲心去救护生命，去帮助这些人，你福报没有增长。你一心只想延自己的寿命，不管别人的死活啊，你也不增长自己的福报。一条鱼就快死了，你不给它水啊，那你只是在那边求观音菩萨降下甘霖，我告诉你没有啊。你只是在那边从希望水从地涌出，没有，你也要去掘井才有可能水从地涌出，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因为这种观念在现在不管在家出家都很流行，这种观念一有病啊，这个一有病啊，就去人家在家人有病啊，去跟他送药师经。我也去，有人找我去啊，说要供应供啊，好，我就去啊。结果发现那是一个大居士，非常有多钱，可是他已经得癌症了，他快死了，他希望送药师经来延寿，他请了很多人，那这些人来帮他送，我去了才知道啊，请了很多人来帮他送药师经，然后他也点很多灯啊。那么因为我不是很认识他，那么很多法师都认为这样就可以延寿，其实这样不是就能延寿啊，他共生他也不是真正的要共生，当然这样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但作用不大啊。他应该把那些点灯的钱，把那一些，当然你共生是可以，也是有福报，但你是为了你自己一个人诵经，力量不怎么大，叫这些出家人来帮你诵经，来帮你增加福报的，你是用钱要来买命的，这个也不是完全没作用，但是作用不大。你可以把点灯的钱啊，把这一些供养的钱，把这一些你要的东西，因为你还那么多钱，因为你寿命不长啊，你要拿一部分，因为你到时候你全部都要舍，你倒不如现在可以舍一些，赶快赶快去帮助那一些无医无病，无医有病，没有无医有病而无医无护，然后快要没命的人，那帮助这一些，帮助那些穷鬼，多多积德，多修福，那么对你的作用还比较大。而且你是心存善念，现在我因为我这个病，我知道人生死无常，我体会这个无常，我也不畏惧这个无常，就算再给我延二十年寿命，我还是要死。问题是不是我是怎么死的？中国人讲善终，善终五弘范五福之一，寿富康宁忧好德考终命啊，五福之一就是善终。那佛教来讲不一定要善终，但是重点不是你怎么死的，很多佛弟子也不得善终啊，迦留陀夷被头砍掉丢在哪里？丢在粪坑里面。目犍连莲花社都是，莲花社是被这个提婆达多一拳打死，当场毙命的。那目犍连是被外道打到啊快死的。那么频婆娑罗王是被他的儿子关在监狱里面折磨，
然后后来他本来他儿子要把他放出来，他害怕再被折磨，就撞墙而死的。他们也不得善终啊，但是他们到哪里去？每一个都到好地方去，每一个不是怎么死的问题，是死后到哪里去，受苦或受乐，是这个问题。死虽然是死的不太好，但是他那个只是短暂的而已，他后来过得很好，他升到频波娑罗，升到天上去了，他正出果，而且这个做毗沙门天王的天子，七次人天往返，他就决定证阿罗汉。你说他不得善终，那又怎么样？所以重点是你在死之前那个心，你死之前累积的业，你的智慧，你的福报有没有累积到一个程度？你怎么死的，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你死后到哪里去，就是你死到哪里去，这个才是比较重要。那么你会死到哪里去，你怎么死的，那个只是死的一种因缘而已。当然你可以像阿罗汉这样啊，那么像这里说阿难要死的时候是结跏趺坐啊，那么这样入灭的，那么当然你可以这样最潇洒最好，但是有时候你的业的因缘也没有那么一定就让你有好死，但是这个没关系的，死只是一下子而已，死之后那个只是长远的，那你怎么死只是你的业的因缘中的一个而已，可是你死后到哪里去，那个时间是很长的，那个就牵扯到你的业。所以你有善业，你有善业，那么你就是不得好死，你也会死到好地方去。如果你恶业很重，你就是死得很好，那么你也会死到不好的地方去。你死的时候不受苦，可是你死之后受很大的苦。你死的时候受苦，刚好是把你这一点点剩下的业消掉了，你死之后不太受苦。那大家要了解这个道理啊，啊，那不要，就是你没有从业报的理论去了解这些东西，你就会迷失啊，会盲目啊，啊，会胡乱做啊，不是啊，就会增加你本来应该要死到好地方去的，因为你怕死，所以怕死的不好，所以你造作了很多恶业，累积了很多邪见，刚好这些邪见跟恶业，刚好让你死到不好地方去。那你看你多冤枉，多冤枉。啊，所以这个我们如果不知道啊，哎呀，就是叫做功亏一篑啊。我们修行修这么久，结果在最后出问题了，增长邪见啊。那么因为这个邪见造恶业啊，你的邪见跟你的恶业就会带着你到三恶道去，愚痴会堕入畜生道啊。就算你有修行哦，你的愚痴跟邪见也会让你堕畜生道。不灭因果跟不落因果，难道他没修行吗？他也有修行啊，可是他的邪见就会让他堕三恶道啊。你说那些苦行外道持戒修定啊，那些苦行外道持戒可精进啊，出门都戴口罩啊，还怕不小心杀生啊，出门拿扫帚扫地啊，不小心踏到虫蚁，那个虫蚁死掉啊，你看那个多清净啊，那不染着一切外在的无义啊，身上一件衣服都没有，只有一根拐杖啊，持戒又修禅定，又有五神通啊，又有五神通，有天眼通，有宿命通啊，可是后来怎么样？后来也堕畜生道啊。他认为牛没有智慧嘛，他看见牛后来升天，他就学牛，学牛以后，他的持戒跟他的善业跟他的定，他的神通并没有让他脱离三恶道。为什么？因为他邪见，死后做牛。你看那有很多死后做鬼的啊，为什么？鬼神相应。那你说你修行修那么久，累积的功德，最后因为邪见，所以你说《释迦世经》里面恨死的很多是因为邪见，你又有寿命也还没尽，福报也还没尽，就因为你的邪见，让你的寿命福报提早尽。你看多冤枉啊！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所以他说啊，小人眼见求清净啊，其实就是愚痴无闻的凡夫，专在事相上啊，专在表面上，那么去求清净啊，那你把它换成求智慧、求福报、求消灾免难都一样啊，都是在事相上啊，那么求啊你想要的功德，如是无智无实道啊，这个并是愚痴的行为，是无知的行为，是没有智慧的行为，也不是真实可以利益的道理跟道路啊。所以诸，因为为什么诸结烦恼满心中，假设你内心的烦恼不除，那么怎么可能因为你眼睛看到你就得清净呢？清净是内心没有烦恼叫清净，若有眼见得清净，何用智慧功德宝啊，假设眼睛看到就得清净了，那我们还要智慧来除烦恼干什么？还需要去觉察烦恼吗？还需要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吗？不用啊，看到就清净嘛。一样，假设你佩戴一个东西就可以让你平安，那我还要修善做什么？我天天就配着这个好了啊。假设你盖那一间往生被就可以让你往生，那我还念佛做什么？我还信愿行做什么？我随时把往生被做成衣服穿在身上，不管我什么时候死，我都保证往生。睡觉我都盖着它，我把棉被都换成往生被，我把衣服都换成往生被做成衣服，那我还需要念佛做什么？我还需要发愿做什么？我还需要行善做什么？我还需要善根福德做什么？不需要了 啊。那你假设你念了往生咒，别人烧往生，别人跟你念往生咒，你都可以往生，烧往生钱给你，你都可以往生，那我修行做什么？我干嘛要修行？我死了交代别人跟我烧多一点就好了啊。那烧的莲花你就可以坐着莲花往生，那像以前不是啊，台湾也有吗啊？那你买这个莲花座，死了之后你就做了这一朵莲花，那么往生极乐世界，那我还修行做什么？我拿钱来买这个就好了，胡作妄为都没关系，哪有可能这样？想就知道，可是很多人信啊，全家埋在一起的啊，他一起啊，大家一起做这个莲花往生的啊，然后这一朵莲花多少钱？一个莲花为多少钱啊？然后盖往生被啊，念往生咒，烧往生钱就可以了，就可以往生。那我还修行做什么？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做什么？我若一日到若七日念佛做什么？不用了啊，我就不用了啊。可是我们多少还是相信哦。啊，你看，啊，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啊，有信有愿，然后你除了信愿往生之外，你还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啊，你如果没有，你还是不能往生的。那你要了解，你要了解，啊，这个道理，但是你不了解啊，你就啊就十念往生啊，所以你就注意你死之前可以念十念就好了，没有，这个不是佛法，佛法不是这么说的。啊，你真的要照《无量寿经》来讲，啊，要发菩提心，要修诸功德，啊，要一向专念，要回向发愿。你没有修诸功德，你没有发菩提心，啊，你上辈的要大修功德，要修很多的，不是少少的，啊，那么要修非常多的，那么中辈的要修很多，啊，出家啊，或者在家要受八关斋戒，啊，要有离欲的心，这个才有中辈。你没有离欲的心，哪有中辈的功德？啊，那么就算在家也要有出离心，那上辈的他基本上不但离欲，而且他大修功德。那么中辈的他至少要有离欲的心啊，或者在家受八关斋戒，或者出家他本身有持八关斋戒啊，他不再染着这个五欲，那么他是中辈。那下辈的虽然没有办法啊，这个真正的心清净，可是他修很多善业，他也不造恶业，这样，这个是无量寿经说的啊。那你不知道，你就认为哦，盖个往生被，好，哦，我念个往生咒啊，烧往生钱啊，那最后那不行了啊，那么有一些恶业了，我请很多出家法师来帮我啊，那么这个做什么忏做什么忏，然后我罪就消了，然后我坐着那一条船啊，水陆法会坐着那一条船，我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啊，很多人来跟你住院，你就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好，那不可能嘛。可是大家都相信啊，好奇怪，这没有道理的事啊，那我还要修行做什么？
我就交代遗嘱写好，交代我祖先以后一定要请谁来帮我做就好了。那我不管这一生怎么样啊，反正那么多人来帮我念，我坐在那条船，牌位放下去烧了，哦，往生极乐世界了，坐船去了，哪有可能啊？完全没有道理。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越没有道理越荒谬，大家越相信。到底那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那个道理是从哪里来的？不合乎业报啊，不合乎佛法啊，可是变成佛法的主流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要知道，即使在之前，现在比较少了，在民国初年以及清朝那个时候，全部都是服软的啊，大家相信那个就是观音菩萨来降的啊，普贤菩萨来的啊。那些服软的，哦，观音菩萨降旨啊，要怎么样怎么样修，哦，普贤菩萨来了，哦，观圣帝君，这伽蓝菩萨来了，韦陀菩萨来了，哦，那怎样怎样告诉你这些道理。菩萨，你什么时候看见菩萨要降在一个东西上面，然后告诉你道理的？菩萨要这些厉害的菩萨，他会示现啊，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啊，他还要附在那个人身上，附在那个椅子上面，附在那支笔上面，告诉你道理哦。可是大家都相信哎，啊，你看现在比较少了，还是有，啊，走灵山的那个很多啊，还是有，啊，但比较没那么兴盛。啊，那是以前啊，可兴盛了，啊。我告诉你，你看那个佛教史，你就知道啊。啊，那一些大居士啊，很有名的大居士都信啊。我告诉你，真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啊，很多大法师也信啊。啊，那为什么呢？那你看这个没有厘清哦，佛法不容易得到真实利益。老实讲，一盲引众盲，相将入邪坑。啊，但是老实说，其他人不太敢说，会得罪人啊，因为我也没有什么，我不怕得罪人，我就怕得罪佛菩萨。真的啊，我怕得罪佛菩萨，我不怕得罪人啊。但是我也讲算客气的，老实说啊，那这种东西哦，佛法里面你如果你要知道啊，你真怕因果，你就是你常常这样，那么邪见。邪知邪见，你未来也会受影响啊！你现在就受你的邪知邪见影响，未来因为你常常影响别人，你也常常受别人影响，你很难生在正见家。就算你做人哦，你很难生在正见家，你修行很难得到真实利益。为什么？因为你都引着别人做那些无益无利的事啊！你说你怎么可能得到真实利益？你怎么可能得到？因为一心一业一缘。那么相应嘛，成熟嘛，你现在的心造作这样的业，感召这样的因缘，你死的时候随念随业随喜随念，你还不升到邪见家？因为你就是跟那些鬼神相应嘛，你就是跟那些邪见众生相应嘛，你就是跟那些愚痴无闻凡夫的众生相应嘛，你就是跟那些不如理思维的众生相应嘛，你就是跟那些不依教奉行的众生相应嘛，你还能升到哪里去？你就是缘在那里啊，你的业在那里啊，你的心在那里啊，你还不在那里。所以想到这个，你要真的要有警惕啊，你下一生要升到哪里去，决定是你这一生是怎么想怎么做啊。所以般若经才会说啊，假设你有般若的智慧，真正佛法的智慧，真实智慧，从一佛果，你不用发愿，依你的业，依你的缘，也没有人发愿要生三恶道的啊！谁发愿要生三恶道？可是依他的业，依他的缘，他就会堕三恶道。没有人发愿要短命多病啊！谁会不发愿要短命多病？依他的业，依他的缘，就会短命多病。你不是说我发愿要升到天上享福，你就会享福？要有业啊！你那个善业有那个愿，那才可以啊。那一样啊，那你不发愿就随你的业，随你的业。那你没有善业，你发愿要升天也升不了天，升不了天啊。你发愿未来要遇见佛，你现在遇见佛法，你都在毁谤佛陀，那你怎么会遇见佛呢？你跟佛做隔绝啊，你跟法做隔绝啊。真的啊，
那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以为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是有关系啊。为什么？业是层层累积的啊，那个无明是一层一层覆盖的啊，怎么会没关系呢？那没关系造业怎么来的？所有的行为，所有的心念都是业，叫做身口意业。你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遇见什么样的人，想些什么样的事，造作什么样的业，跟你现在所累积的有关系。所以你要尽量少累积那些邪见的因缘啊，多造少造作那些邪见的业啊，多造作正见的因缘，多造作正见的业。你未来般若经讲的，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终不离佛，你不用发愿。为什么正出国的人、正见正上人不堕三恶道？他有发愿吗？他也没有发愿啊，他没有发愿说我从此发愿不要堕三恶道，不用，他不用发愿，依他的业、依他的缘、依他的心，他就不堕三恶道，他就会人天人天七次往返，他决定证阿罗汉，最多最多。如果他用功，那下一次就证阿罗汉了，下一次来做人就证阿罗汉了。如果他这一生用功，不要等到下一次，这一生就证阿罗汉了。证出国之后没有多久就证了，阿难也证出国啊，他也不用等到七次啊，佛涅槃的时候，等一下后面就会讲到这个了，阿难他也就证阿罗汉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你一定要好好想，我今天要来学佛了，要出家了，我到底要修行些什么？你不但是你这一生累积的，其实是如果你没有解脱，就是你下一生的资粮。你这一生累积的，就是你下一生的资粮，不管是正，不管是欠债还是资产，不管你是你如果是恶业，那个就是欠债的、啊，那个就是负的资产或是正的资产，你可以运用的或是你要还的。那你怎么不好好想一想？就好像你今天吃的东西，等一下就会受用，一直到你这一生都会受到你这个吃的影响。那么多有多的影响，好少有少的影响，重有重的影响，轻有轻的影响。你喝过农药，有可能一生它都几十年都影响你。你受过伤，可能那个伤几十年都影响你。你哪里启发智慧，这个智慧可能给你一生都影响你。好有好的影响，有的影响很深很深很远，有的影响很浅很近。那么这些你大概想你也知道啊，那业就是这样累积的嘛。那你要累积什么业？你都知道，你都知道吃要挑健康的吃，又健康又好吃最好。如果好吃不健康，那少吃一点，你也知道啊。为什么？累积在里面一时的口腹之欲，让我身体以后不好，你也会克制啊。这个虽然很好吃，我很爱吃，但这个不健康啊。那你叫我都不要吃，我也克制不住，可是就少吃一点，不要吃那么多。为什么？吃多了开始啊，这个病那个病了，那我更苦，所以你也会克制啊。那这个虽然就是不好吃，可是它对我身体很好，你也会勉强吃啊，是不是？像药也一样啊，是治病的啊，谁要吃药？可是吃这个药可以治我的病，我就勉强吃啊，一样啊。那修行也是这样啊，那你不知道，你就一直累积不好的东西，你什么时候会变好？不可能啊。你说那我虽然吃了不好的东西，但是我去念个经，把我里面不好的毒素都排掉，不行啊，排不掉啊，排不掉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东西，其实真正的你要，就是你一定要先确立正见啊，要有正思维啊，之后你的行为才会正确啊，所以叫做八正道啊。所以叫八，那你再来修行，你再来修行才真正能够得到利益啊，啊，不会事倍功半啊，不会功亏一篑啊，不会徒劳无功啊，不会这样啊。可是我们大部分就是无益无利，徒劳无功啊。就算有杂染太多，事倍功半啊。最差的就是你邪见在，你怎么样都不能得解脱啊，功亏一篑啊，最后邪见相应啊，就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一念邪见生，马上堕恶道。那因为你的邪见生啊，这长期累积来的啊，所以提婆达多最后生邪见，断善根啊。你看
那这个都是我们的例子啊。那你如果不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思维，你以为你在修行，越修越不行啊，真的啊，真的是这样啊，啊，所以真的是要从现在把那些正念哦先厘清了、啊，啊，那么你才有办法，你才真正在学佛啊，你学的都不是佛啊，你做这些佛有做过吗？佛有做你现在在做的这一些吗？啊，那你学的都不是佛啊，真的、啊，所以你真的要学佛，你要先知道那什么是佛。什么是佛法？佛法都佛都说了些什么？佛都说了些什么？那我都做了些什么？你自己要知道啊！啊，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所以啊，那么他这里讲：若有眼见得清净，何用智慧功德宝？就不需要智慧了、啊，我们不要学了啊！啊，你念个往生咒就能往生，你念个解脱咒就能解脱，啊，甚至别人帮你念，你都可以解脱。那我还自己修做什么？那谁不能解脱？啊，哪有可能？那你堕了恶鬼啊，那我只要念个咒，你就可以从恶鬼上起来。那你还怕堕恶鬼做什么？啊，我有的是亲戚啊，我有的是钱啊，交代他找几个法师帮我超度就好啦。那我还怕堕恶鬼？马上超生啊，对不对？啊，我连续做十场啊，我有的是钱啊，我怕什么？啊，有钱就不会堕恶道啊？为什么？啊，我可以请很多人来超度啊，把最有名的都请来超度啊，可能吗？不可能啊！提婆达多，他的弟弟是阿罗汉啊，他的师父是佛啊，他们怎么不帮他超度？瞿迦梨堕恶道的时候，佛陀怎么不帮他超度？如果佛可以超度他？佛不超度他，佛不慈悲。如果佛不能超度他，你可以超度他。那现在我该拜你，因为你比佛还厉害。佛超度不了恶道的众生、鬼道的众生，你可以，你念个经，那你就可以超度。那我应该向你学，我应该皈依你，不是皈依佛，因为你比佛还厉害。那你说我靠的是佛力，那佛现在你念他就可以超度。那当时堕恶道的佛弟子那么多，瞿迦梨也堕恶道，提婆达多也堕恶道，那么佛怎么不超度他？六群比丘里面，马斯跟满树堕了龙身，佛怎么不超度他？他念个经就可以啊，佛甚至不用念经啊，对不对？经是佛说的啊，那些师兄弟个个身怀绝技，三明六通，怎么不去超度他？那你都比他们厉害了，你说那些都是佛菩萨的力量，那佛菩萨有力量，当时怎么不度？2500年后，那靠着你请求他度，那他需要靠你请求度他，他才度他。那你不请求，那些人就没得度，那佛是收了你什么好处？那到底是你的力量还是佛的力量？如果佛有力量，需要你请求才能度他，那佛也不慈悲啊。你不请求佛就不度他，那佛如果可以度，那么不用你请求，佛会，因为他大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即使跟他没有缘的，他也想要利益他，他就会度啊他，不需要你透过诵经，透过祈求，告诉哦这个人写在牌子上这个人，啊是我的亲戚朋友啊，那希望佛大发慈悲啊救度他，我送多少经，我供养多少啊这些。可能吗？不可能啊！这样就可以超度，太好了！我也希望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这样我以后也不怕堕恶道，我也不用那么辛苦修行。我只要死了遗嘱写好，一定要帮我办一场三时系念，啊，然后再办一个水陆法会，啊，那么专门为我做的，我存300万就好了，办三场。对不对？啊，我做总功德主，那么我还怕堕恶道吗？不用啊。如果可以，佛陀时代没有恶道啊，几万个阿罗汉，开玩笑，几万个阿罗汉呢？比丘尼正阿罗汉的，然后他得给多的是啊，他们的眷属堕恶道了，他也无能为力啊。你以为哦？
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事上如果没有理清楚，你都把时间精力花费在没有意义的事上，你不知道要真正做的事是什么，因为你就觉得这样就有效了嘛，这样就有效啊，你自己诵经都没有效，你请别人诵经就有效，有可能吗？你自己现在诵经，好，我告诉你，你说有功德，功德在哪里？你现在自己诵经，你把药师经诵一遍，那么你现在每天念就好了，好过你死了很多人帮你念，也没有你每天念的多啊，啊，那个还是别人帮你念的，你现在是自己念的，那你不活到1000岁有可能吗？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重点不是你念经不念经，重点是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去实践你的心，重点是你的心啊，你都不知道，那甚至你的亲属都不知道，那请个法师来跟他送个经啊，然后他就可以得利益。那佛的母亲在倒立天，他也不受苦啊，他为什么要去上去跟他说法，告诉他天上的五欲不究竟啊，你要发出离心啊，不要染着天上的五欲啊，告诉他四谛也要修行啊，告诉他是毗舍离常常发生饥荒啊，死了很多人啊，比丘都没有的托钵啊，佛怎么不办一个护国息灾大法会啊，对不对？佛陀也算是毗舍离人啊，因为释迦族都是分布在乔萨罗国毗舍离这一带啊，那是他的宗族啊。那琉璃王要屠杀释迦族的时候，他怎么不办一个护国息灾法会啊？死了那么多人，琉璃王杀了那么多人，你看见佛陀去超度他们了吗？你有看见佛陀阿含经里面哪一本经说这些人死了之后佛陀去超度他们？可是他们很多虽然就是不得好死被杀死了，可是很多人都升天了，很多人升天了，因为他们秉持着佛陀的教诲啊，啊，没有跟这些人做抵抗，没有去杀他们的，然后都是被杀死的，那有些逃走啊，可是这些被杀死的人有些也很惨啊，但是都升天了。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那佛陀你说那佛陀啊，太悲惨了，佛陀去那边办一场超度法会，他要做水路，开玩笑，每一个都是阿罗汉啊，对不对？你不管什么坛都是阿罗汉啊，那还不殊胜？有可能吗？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个迷失在法会上，就好像以前迷失在服软上一样啊。那你如果不从这个地方因为在家出家都这么认为啊，那这个变成出家人的正业就是学会做法会，正业啊，道场的经济来源就是法会，那么道场的主要修行，出家人的主要的功课就是做法会，这个法会做完做那个法会，这个灾难消完消那个灾难，这些众生超度完就超度那个众生。那照你这么说，除了佛教有超度，基督教也没有，天主教也没有，那些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西方国家的人都要堕三恶道，为什么没有人帮他超度啊？是不是没有人帮他超度？他们不办超度法会啊，他们没有超度法会这种观念啊，那他们怎么办？那他们的儿女也都没有跟他们拜饭啊、祭祀啊，那他们不是都饿死？每个都饿死鬼，他们也没有烧钱给他们啊，他们不都是穷鬼？怎么可能呢？大家各自一业啊，那你想一想就知道了嘛。那佛教徒只占1/15，在这个世界，佛教徒只占，不管南传、北传、藏传、乱传都全部加一起，只占1/15，5亿人而已啊！全世界有75亿人啊！好啊，那每一个人死都做法会了，都超度了，把道教的也加进去了。道教的不多了，你加进去差不多就是5亿人而已。那其他70亿的人都没有做嘞。那你以为身在世间的都是佛教徒吗？堕恶道的都是外道吗？不是啊，真的啊。那佛教徒的鬼都被超度上来吗？
道教这其他宗教的，回教的，天主教的，基督教的，那个不信教的，全部都是不得超度吗？不可能嘛，你想就知道嘛。所以我们哦，我们真的是在佛法上迷失太久了，那么知道的不敢讲，不知道的也不会讲，就这样佛教就一直在迷失，迷失里面，就知道的也不敢讲。为什么啊？讲了没有人要来啊，没有法会啊，没有收入啊，道场怎么办？道场怎么办？道场是做什么用的？道场是培养道人用的啊，是修道用的啊。你只有道场没有道人啊，没有道业啊，你的道，你的道不是佛教的解脱道啊，不是菩萨道啊，你就是鬼神道。那你说你的道场就是商场，以人潮为主，越多人来我越有利益。那我这个道场是百货公司，你要什么我就卖你什么，你喜欢什么法会我就举办什么法会，百货公司嘛，哪个东西有利润我就卖什么东西吗？众生喜欢什么我就卖什么吗？这印顺导师讲的，印顺导师讲的像在开百货公司一样，道场就是商场，法师就是巫师，可以变化，可以给你很多功德啊！我念个经什么样啊？你的功德就有了，你灾难就消失了，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那你说那众生可以得到真实利益吗？没有啊，真的是道场商场化，法师巫师化，每一个法师都像一个巫师啊，拿帽子戴着念个经，拿个铃，就好，一切成就了，比那个巫师还厉害，怎么可能是这样呢？佛教徒不醒醒啊！我告诉你，你终究是你自己害自己啊！五十年一下子就过了，五十年我们大家都不在了，真的，五十年大家不在，你去哪里？问你自己，问你自己，你去哪里？做什么？看你现在做什么。不要为了短暂的利益啊！为了短暂的利益，这一生短暂的利益，暂时的利益，表面的利益，失去那一些佛法的真实利益啊，长久的利益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再回头已百年生啊，真的啊，弥勒佛来都轮不到你在这里啊，因为你不相应啊，你跟佛法不相应，怎么可能生在正法现前的国家呢？你不相应啊，那个时候你还在三恶道啊，就好像释迦佛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还在三恶道啊，不相应啊。那你学佛学了那么久，修行修了那么用功，最后见不到佛，闻不到法，见到佛闻不到法，闻到法，闻得到佛法，不如理思维，也不知道怎么修行，功亏一篑，徒劳无功，讲的就是这个 啊所以真的是啊，就是众生可怜了、啊，那我们要必须要先知道，我们才能给众生讲这个道理啊。那么这种东西哈、哦，就是大部分的人不喜欢讲，知道也不喜欢讲，因为什么？讨人厌啊。啊，那么而且很容易被攻击啊，因为什么？既得利益者会丧失啊，破坏别人的利益啊，就像挡人财路一样啊。可是我们不怕挡人财路，我们是怕断众生慧命啊。真的啊，这是不怕得罪人，怕得罪佛菩萨、啊，叫做毁谤佛菩萨，莫谤。你看那个佛弟子只要讲的不对的，那个其他的弟子都会劝他，莫这个不是佛说的，莫谤世尊，谤世尊者不善。阿含经都这么讲哦，谤世尊者不善，你的不善业都是法说非法，非法说法来的。不善业最大的不善业，邪见业，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大毗婆沙论讲有两种人，一种是爱行人，一种是见行人。爱比较重的还可以转，邪见重的很难转，不知道要转啊。所以大智论里面讲邪见最重啊，邪见的罪，因为他不知道要转啊。那么就算他知道了，他也因循苟且啊，将就是因循苟且，然后不想转啊。因为
他现在有既得利益啊，可是这个是短暂的，死了什么都没有啊。你赚的钱，我告诉你都不是你的，你能够用多少？你用的不过就是那一些而已啊。你累积那么多，你造的是善业，你确定是善业吗？真正的善是心有正见，依正见而起的慈悲心。那么对众生最大的利益，对众生最大的利益是让他可以真正的有正信、有正见。你不在的时候，他也走得安安稳稳。不是你在的时候可以照顾他，那你不在呢？你现在给他正信、正见啊，就算你不在他身边，多生累劫后，他依然依他的正信跟正见怎么样？向善、向上、向解脱，他不会堕三恶道。你现在给他的利益只是短暂的利益，你要给他真实究竟的利益，就是什么？正信三宝，从三宝中称正信，得正见，那么造正业得解脱，其实这个才是的。那么你只要给他的正信正见，他只要一直发展，最慢最慢到弥勒佛来，他都可以得解脱。如果没有，你凭什么生在弥勒佛再来的人间，八万四千岁的人间，你没有慈心相应，你没有正法相应，你怎么生在正法的国土？不可能啊！生了你也是在边地啊。佛陀时代很多的边地也见不到佛，闻不到法啊，有耳不闻啊，有眼不见啊。佛陀时代并不是在舍卫城的众生，佛陀在那边25年啊，阿罗汉几万个啊，也不是每一个舍卫国的众生都信佛啊，不是啊。那为什么他不信佛？他生在有佛国土，见到佛，听到佛法，为什么他不信？舍利佛、目犍连的师父善若愚也见过，也听过啊，他也不信啊。好多人不信啊，为什么？因为他之前有佛法的时候，他就邪见啊，邪见干扰啊，他不信啊，信的不完全啊，不正确啊。我们现在真的最重要，最重要是要跟正见相应，要跟正法相应，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我就算没得吃，我就算没得住，我也跟正见正法相应。我就算不得好死，我也跟正见正法相应，因为我死会死到好的地方，因为我的心，我长期以来的习惯，我长期以来的业，我长期以来的心都是跟正法相应的。你还担心什么？就像佛陀跟那个居士讲的啊，当你常常正念正知，即使在十字街头不小心车祸死掉了啊，他们都是骑马骑什么的撞死掉了，你也会升到好的地方去，因为你长期树向东生长，倒下来一定向东。随业随念，随喜随念嘛。你的习惯是怎样？你的习惯就是修持正法，护持正法。你不跟正法相应，你不结正法，你不造正法的业，你还造什么业？你一定升到有正法的地方，会闻到正法，而且听到了之后很欢喜，一定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啊，真的啊，机会也不是时时有啊，不是常常有这个机会啊。所以智慧功德乃为尽，你要有这种智慧，就是有正见的智慧，你要依智慧修种种的功德，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清净啊，不是表面上那些啊。那一样，你真的有佛法的智慧，知道如何依法修行，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德啊，不是表面上这些利益啊，啊，这个寺院大，钱多，啊，那么名声好，都不是这一些啊，而是你内在对佛法的真实之见啊，如实知，如实见啊，你不会法说非法，不会非法说法，不会非因即因，不会非果即果啊，这个才是你真正的功德啊，真的，眼见求净无事事，单单靠眼，那么看见就能得清净。无有是处，没有这件事，没有这种道理啊。那这个他说以是故言正智得解脱啊，真正的智慧才能让你得解脱啊，不是啊你透过啊你参加过什么，念过什么啊，然后佩戴什么，家里安的什么，那么你就会得一样嘛，不是你盖个往生被你就可以得解脱嘛啊。甚至现在那个狗跟猫都盖往生被了啊，他们都可以往生了啊，然后甚至有人说啊，你把这个咒语，把这个手环戴在手上啊，你就可以得解脱了
啊，那个苍蝇飞过去啊，看见那个咒牌也都可以得解脱啊，太离谱了啊！你佛法讲殊胜也没有这么讲法的啊。那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佛法要怎么样，要如法说啊，不能够随便讲啊，讲的好像在把佛陀抬得很高，可是根本就这样讲，好像在显扬佛陀的特别能力，超越一切宗教的能力，其实不是，反而在贬损佛陀。因为佛陀真正的能力是智慧，不是那一些不可思议、超越一切别的神做不到的，佛陀都可以做得到。不是这样，反而是毁谤佛陀，把佛法里面最真正、最重要佛法的智慧遗失掉了。只强调佛法那些佛陀的那些神通，神通外道也有啊，神通天人也有啊，梵天都有啊。所以你这样说，反而好像所有的人、所有的神都做不到，所有的宗教都没办法，只有我佛教可以。有这么殊胜？真有这么殊胜吗？你看过吗？你真的可以保证吗？没有啊，我告诉你，真的没有啊。啊，所以这个都是什么？我们在家的道听途说，出家的瞎听胡说。所以你，所以我们说嘛，这上面的装神弄鬼，下面的就疑神疑鬼啊。那你如果常常这样，那你说佛教还不一团乱？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一看这个也是啊，就抬着尸体啊，我只要有人看到我这个师父的尸体，每一个人都得福报、得清净、得智慧，大家相信啊。大家相信啊，啊，那只要啊举办这个把你的祖先牌位写一写，然后来参加，然后交了多少钱，然后供养啊，买什么，然后大家最后圆满送圣啊，那么把那个船烧了，然后大家这一条船的人全部往生极乐世界，啊，是不是一样？差不多一样啊，有可能吗？不可能的代志啊，不可能的事啊。那这样还要阿弥陀经做什么？还要打佛七做什么？还要一日到落七日一心不乱做什么？还要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做什么？也不用一向专念，也不用回向化愿，都不用，只要后事交代好就好，啊，至少要办一场水陆法会就好，至少要办一场三十信念就好，不是这样啊，真的啊，一切都依业啊，啊，而且是善恶业，有漏业无漏业啊，是这个在分啊。有漏业跟无漏业，有漏业里面有善有恶，无漏业是纯善不恶，啊，看这个而已啊，所以要叫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然后叫你自尽其意啊，从有漏业到无漏业啊，先离恶，然后向善啊，然后再向解脱啊，佛法不就是这个次第吗？简单明了，啊，那你不知道啊，你就是这场法会完了，参加过那场法会。啊，这个超度完了，还换超度另外一个。那每年都要超度，如果有效，为什么每年都要超度？如果没效，为什么每年都要超度？你问问看，那到底是有效还没效？啊，那所以我们哦，了解到这个东西，大家要好好修行啊。在什么时候修行？在什么地方修行？在六根、在五蕴这个地方修行，在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修行，在平常生活中修行，不起烦恼，不造恶业，有正知，有正见。你这样一天过一天，智慧就累积，福报就累积。如果没有，你就是无明会累积，啊，邪见会累积，啊，那你最终只是耽误你自己，自误又误人，自己耽误自己又耽误别人，啊，你还以为在做善事，你还以为在度众生，不是啊，啊，所以我们再往底下看啊，他说，那么。诸阿罗汉，啊，那这个要讲啊，我们要讲这个还没讲。那你看哦，同样的问题啊，同样的问题，杂阿含经，佛问这个郁多罗，这个郁多罗是一个婆罗门啊的弟子，婆罗门的弟子，你的师父波罗舍那啊，那么告诉你怎么样修行，告诉你怎么样修行。你看哦，他这里是说你只要看到了就得清净啊，那这里是说你只要不看不听就清净。啊，你看都一样啊，佛法不是看不看的问题啊，啊，你看它是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个摩建提的弟子，只要看到了我的师父
啊的尸体，因为我师父是一个修行人，他是有修行的功德人，有功德的人，你只要看到了，那么你就会得清净，啊，那所以他这里是反过来说，他的师父怎么跟他教？一切不看不听就清净了。我们有些人这样讲啊，啊，那么不看不听就清净，不是啊，不是不看不听就清净了，也不是看了好的、听了好的就清净了，都不是啊。重点是有看，看了跟不看，你的心，你的心有没有烦恼？有没有起烦恼？有贪有没有知有贪？有嗔有没有知有嗔？那么有贪之后，你有没有起思维它的过患，远离这个？有正确的方法可以远离这样的贪，这样才是佛法教的啊。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也不是愚痴不知，知道没有，然后你怎么样保持让它没有？这个才是佛陀教的啊。那这些都在哪里？在六根六尘上现起啊，在一切平常中，你看什么听什么，在你的见闻觉知上起作用啊。那么玉多罗就跟佛说，我的师父说，我的师父波罗舍那说，眼不见色，耳不闻声，是为修诸根。这个就是修行啊，不看不听就修行，不是啊，不是不看不听的问题啊，啊，就是吃饭也是一样啊，不是吃不吃的问题啊，是吃的时候有贪跟没贪的问题啊，有嗔跟没嗔的问题啊，有烦恼跟没烦恼的问题啊，不是不看不是不听啊，是看了之后有没有烦恼的问题啊，有烦恼知不知道要除烦恼的问题啊，是这个啊。所以若假设佛陀就跟他讲，如果照你的师父说，那么盲者是修诸根，为什么为盲者？因为只有盲者可以眼不见色，那瞎子每个人都清净了啊。佛陀只讲到这里而已，那阿难在旁边跟佛陀摇扇子，然后听佛陀讲，佛陀讲这个就不讲了，阿难就接着讲，阿难就这个是阿难接着讲的，他说玉多罗啊，那照你师父这样讲，那聋者就是耳朵听不见的人，那么他就是修行咯，这样就是修行咯。为什么？因为聋者耳朵听不到啊，那些既聋又瞎的最清净，对不对？又瞎又聋的最清净啊。为什么啊？他不见不闻啊，所以他的内心就没烦恼。不是啊，不是不见不闻就没有烦恼啊，啊，所以这一些那不是修行，不是这样修。当然他后面就开始讲啊，开始讲他，啊，怎么修行，其实就是跟尘世对的时候啊。那我们用杂案正正义案来说，那什么叫清净呢？他后面有教那什么叫做清净啊。那因为他讲的比较多一点，我们就用这个来说。若眼见色，不起想着，就是你不执着了啊。那怎么叫想着呢？欢喜赞叹染着，通常他是这样。阿含经里面对喜欢的跟不喜欢的，欢喜赞叹染着，欢喜染着。那不喜欢的呢，就可爱的；不可爱的呢，不可爱的就是什么？厌恶、嫌弃、鄙薄，厌恶、鄙薄啊。喜欢的就欢喜赞叹染着，不喜欢的就厌恶、嫌弃、鄙薄啊。这个就生贪心，这个就生嗔心。啊，吃也是一样，味色声香味触法都一样啊。那么无有四念啊，就是你没有这一种分别啦，你没有这种贪跟嗔的这种，就是四就是眼识而起这样的贪跟爱憎嘛，我们叫做爱憎，贪爱跟憎恨爱憎不起爱憎嘛。所以二十一有要阿罗汉留下一个记，六路处常对不能动其心，我眼耳鼻舌身意经常对着，经常对着色声香味触法，但是我不会在这个中间起什么起妄想分别，起妄想分别，这个是杂染的念，不会起这个烦恼，不起烦恼，心常住坚固，心里面常常知道这一切法都是无常无我的，一切法无常有为心因缘生，所以你不会在这个一切法上生什么生染着。起分别不会，不会因为起分别之后造起爱憎，然后造作恶业，不会啊。所以眼根与眼根而得清净，是因为没有烦恼，不起想着，无有四念，其实就是没有爱憎，
不起分别而有爱憎，气是这样的啊。那这个耳鼻的声音也是这样啊。那么所以佛法真正教的修行，不是不看，不是不听，是看了听了之后，不管是好不好，你心里面都很如实的知道啊，如实知，叫做如实知如实见，如实知你的心，如实知这个境，如实知这个是缘起的，根尘是合合而有的啊。那么不是眼根的问题，不是境界的问题，是那个心的问题。就像舍利佛跟摩诃俱胝罗，摩诃俱胝罗去问舍利佛，那么眼睛看到这个色尘，是色尘来绑这个眼睛，还是眼睛去绑那个色尘？不是，是那个心，黑牛白牛，是那个欲贪啊，系缚住了。那么心里面这里讲，就是当你看到所有的境界，你心里面没有那个烦恼，没有那个烦恼。这个时候，当眼睛看到这个境界，那么没有产生执着，知道一切是无常有为，心因缘生，所以你不会在这个境界上起烦恼。那么你就在眼根得清净，耳朵听到这个声音，那么不会在这个声音上起烦恼，那么你的耳根就得清净。那么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香味触法多如是，那么你就得六根清净啊。其实是这样的，六根清净方为道，那么这个就是修道的修诸根啊，这个就是正念正知。好，那另外一个也类似一样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是这个杂含七六九天，有婆罗门啊，乘着白马车，然后穿白衣服，他中间很多了啊，中间很多啊，穿着白衣服，戴着白手套啊，然后戴着白帽子啊，然后穿着白袜子，反正全身都白了啊。那他马也白的，车也白的，然后全身都是白的，穿白衣、白帽、白袜啊，然后他的眷属也一起都是白的，都是白的啊，一切皆白。那么旁边的人啊，看到了都说哇，这个。因为婆罗门以白为尊贵，以白为善，以白为最好，所以他们即使是祭祀，也都是用白牛白羊啊。之前用白牛白羊啊这些，因为这个才是最好的，好，所以他们自己本身也是白的。那么就大家看到了啊，就都这样讲，哎呀，善圣善圣，这个是最好的，啊，最好的道了，这个圣也是道。啊，也是车的意思啊，是大乘小乘啊，大道小道也一样啊。那么善乘善乘，哎，因为婆罗门是善的嘛，装尊贵的叫婆罗门，为婆罗门乘。婆罗门是高贵的意思，他们种姓高贵啊。他说这个真的是婆罗门乘啊，就婆罗门道了，最殊胜的婆罗门道，就高贵的婆罗门法啊，高贵的婆罗门法了啊。佛就说那不是，这个是世间人的。愚痴无闻凡夫的啊，真的是不知道真正的道是什么啊，没有正见的，通常就是愚痴无闻凡夫。佛法通常列两个，一个是愚痴无闻凡夫，一个就是智慧多闻的圣弟子，但是基本上都是讲多闻圣弟子啊，多闻就是没有听过这些道理啊，啊，就以那些世间似是而非的道理为道理啊。愚痴智慧多闻圣弟子啊，就是佛弟子啊。啊，那么他说真正这个是世人圣，不是我正法律称如来正法律啊，如来称啊，不是如来的道啊，这个称就是道，也就是修行的道理跟道路了。天称也不是升天的道，天是以十善法为道，不是你穿白衣服驾白马车，不是外，这个都一样，是外在形象的。就好像清净不是你看到什么，是你看到什么心里想些什么，那不是你穿着白衣服驾着白马车你就是善法白法，因为有白法有黑法嘛，啊，白法就是善法，黑法就是恶法，不是你穿着白衣服你就是善法，不是你穿着庄严你就是庄严，不是啊，不是你道场布置的很华丽这个叫做道场庄严，不是道场真正的庄严在于道人，这些道人都有道德都有道理，那个才是庄严啊啊！所以不是在寺院的布置，不是人数的多少，
不是这个名声的响亮不响亮，而是在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德，有没有道人，具足这个才叫做道场。好，那你看哦，这个不是婆罗门乘，不是大乘，不是小的跟大的啊。那么是怎么是能？他说真正的正法律乘、天乘、婆罗门乘，婆罗门就是高贵的意思。真正的高贵，真正的尊贵，不是因为你的种姓，不是因为你的出身，是因为你的道德才高贵的。一样，不是因为你的穿着，不是因为你的血统，不是因为你的装饰高贵，而是真正高贵是因为你有正知见，你能够行正法，你的道德才产生高贵的。所以他说，所谓的正法律乘、天乘、婆罗门乘、大乘是什么？能调伏烦恼君者。你内心真清净，即使你内心有烦恼，你也知道怎么调伏烦恼。你内心有烦恼，你知道怎么调伏烦恼。那么不管你多脏，你知道要从哪里下手，你就越来越清净。这个就是真正的什么天乘、正法律乘、婆罗门乘、高贵的乘，那么大乘才是道。所以能调伏烦恼君者，八正道才是正法律乘，才是天乘，才是婆罗门乘，才是大乘。你看他讲的是一样的道理啊。这里是说你看到这些你都得清净啊，这里说你不看就得清净，不是看不看的问题啊，不是看跟不看的问题，是看跟不看之后心里面有没有烦恼的问题。有了烦恼，知不知道要调伏烦恼？知道要调伏烦恼，知不知道正确的方法调伏烦恼？是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是佛法在教导我们的，那我们要好好的认清楚啊。好，因为时间到，早上就先想到这里。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